首先要来感谢着咱张县长吼，以及伊个服务团队主理处，啊，咱许处长吼，啊，以及各位同仁的辛苦甲努力吼，啊，终于拍板定案，要来点咱这林东林厝吼，设备着这个自洪池。关于阮林厝村、林东村呐，啊，这个饮水的这问题，变啊透风落雨，啊，林厝、林东这两村呐，就一定饮水。啊，这旧年啊，拢无法度解决的这个代志，啊，伫咱张立先馆长啊，啊，非常的重视之下，啊，终于啊，啊，要来做了安尼。啊，我们县府啊，有看到这样的需求，有做相关的规划，啊，最近也获得中央的核定一个治理计划的一个经费，然后整个它的一个改善方式，就是从这两个村沿着台十七线拉水路，拉到就是旧湖尾溪，然后旧湖尾溪在林厝村那边一个既有的一个抽水站，可是它浅池不够大，它的抽水位也有问题，我们会一并改善。在林东出一样，就会在台十七线沿着路边拉一条水路到那边有个浅池，然后在那边有抽水设施抽出去，这样未来林厝林东的水就不会混在一起。今仔日咱来开这个说明会，啊，主要就是讲啊，希望讲啊，地主当中来参与，啊，大家用协议架构的方式，啊，赶紧啊，把咱的这地啊，土地出定，啊，土地出定以后，阮就来进行工程的发包，啊，真紧吼，450公地当完成哦，这个自洪池啊，会当解决咱的水患啦吼，啊，我希望大家啊，啊，动作讲啊，造福地方啦吼，啊，咱土地的这价格吼，阮嘛袂吼。袂吃亏啦吼，一定啊，以一个吼，大家互相啊，创造双赢，大家互相满意的这个价格，啊，卖让农民损失先生，啊，卖当快速啊来给完成，啊来给办理这个吼，整个工程发包，赶紧解决水患上个重要。